上市长杯中等学校撞球锦标赛。颁奖，颁发证照考取奖励补助金，全民英检初级训三庄周月成、李根硕颁发奖学金1000元，请以上同学上台领奖。好，学习结束了，因为校长今天要陪我们教育侨委会的长官去巡视宿舍，所以不能来参加休学式，由张总代表。在此呢，在寒假期间马上到了，希望同学们要注意本身安全，不要涉足不良场所，啊，可以给这个警察抓到回来很难看，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好，完毕，小心。过年，新年快乐！记得我们庄立学生是 number one 最优秀的，自己要随时记得。再见。